有甲方罗姓、陈姓，啊，跟乙方林姓、修姓及王姓男子，他们是在等候电梯的时候发生了一个口角纠纷。那陈罗两人呢，就到林兰他们所在的这个包厢里面理论，并且啊，对一名林姓男子啊，这个殴打。那修以及王明呢，他们两个为了要保护啊朋友，所以双方互有这个斗殴的情形。那全案呢，因为双方互不提告，那我们警方一样依社会秩序维护法来侦办。